新北市三峡区安坑里举办两周一次的共餐活动，由福松老人会带领职工准备丰盛的菜色，迎接前来共餐的长辈。而三峡区长施玉祥也忍不住秀出好厨艺。嘹亮的歌声在银发据点响起，还有长辈在一旁伴舞，气氛十分热闹。三峡区安坑里办理共餐活动，拥有厨师证照的三峡区长施玉祥也忍不住秀出好手艺。这样炒青菜很简单，家里准备这虾米哦。哎，对。入虾肉都好加，尤其是炒这种那个共餐的菜，都是量非常多的哈，所以真的很感佩我们这些志工哦。这个炒菜不是在家里用动那个小铲子哦，除了要炒得好吃以外呢，还有非常大的力气啊，就是等我们把我们的爱心注入这个炒菜，那长辈吃得非常的开心。除了鸡肉，还有营养的豆干与蔬果，而这些都是三峡在地有机种植的蔬菜，希望让长辈吃得安心又健康。足感谢叶会长，这用心举办，菜色色香味俱全。搁予老人哦，足大个福利个，足个感谢个。乡下人哦，他们这边都是在老年人都在采茶哈、哦，普通时间啦，有的大概七十几岁、八十几岁，身体容许得下哈、哦，他们还是在采茶，所以他们流汗流得多哈、哦，有时候你没有一点咸哦，他们觉得说吃不饱哦，无澎湃安尼。啊，所以我们多少都会加一点肉啊，加青菜哦，两三样这样。安坑里临近山区，协会办理共餐，为外出打拼的子女照顾家中长辈，让长辈们能够安稳的在地安老。